著名中医师朱理洲本周六讲解肝病七大杀手，并且有被治愈的病患现身说法，显示中医师治疗肝病的功力。资深贷款经纪张力综合2017年经济大势预测2018年利率的走势。Long on Time 创办人 Andrew B 发挥地产、贷款、保险三合一的功能，强调财务一站式的服务将是未来的趋势。请于12月30周六晚7点半准时观赏娱乐漫谈。